继续抽。春风得意遇知音，等我一下啊，因为其实有些关卡没有三星通关，所以我想说，我就只好这样子了，不要怪我。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有些东西其实已经可以那个了嘛，那只是你没有相对应的数量而已。那你可以少三只十二啊，这一关没有三星啊，汗蒸战战了，上一点我现在也怕顾呢，我觉得是因为没有小乔的，没有攻守的关系吧。就咱家攻守我好赢啊，又逃又逃，真正的。所以其实我那一关没办法三星，可是我可以扫这一关啊。我的意思是这样。哎呀，终于啊！其实我现在是等我的钻石啊。那他可以看别人的那个装备吗？可以耶。有些倚天剑跟青钢剑我都讲得很清楚了。啊，就装备那种，就装备嘛。